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，找回诚实。好，我望到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源，乡亲时代大家好，我老师你好。哎，咱足久无见面啦，因为咱遮着等下闹迄个怪声哒哒哒哒哒，嘿吼，毋是强匪也拍来啊，你安心哦，阮遮还搁伫遐咧迄落啦，哦，你修理厝，哎，修理厝动工啦，啊，所以讲迄个声音原来正常啦，嘿，啊，咱今咱要来甲咱遐来源乡亲时代，咱大家来讨论着讲。咱过去，咱一路走来，拢嘛，互人这个，若国民党宣传的咯，讲咱台湾哦，是因的啦，就是讲，按照迄个叫开罗宣言啦，啊，有人就讲哦，迄是开罗谎言啦，啊，这样足侪人讲的，这个学者写一部书是讲安尼，迄、那个学者写一部书是讲安尼，啊，相片呢，这张是安尼，迄张是安尼。拢讲到拢无，予咱一个台湾人哪遵循的。结果到尾啊时阵，尤其哦，咱三十几年前哦，我伫要爱准备行街道的时，啊伫上课的时阵讲的，到尾参加的人，咱所看迄落册所描写，又阁无共去啊。所以讲，咱今日咯，咱来请这咱上少年的，呾九十外岁啊的吼，迄有经过迄个年代的人，啊，以咱的吴老师呢，甲咱讲一个讲。开罗真，迄落开罗宣言的真相啦，这确实要有影要交代出来吼。来，吴老师，你先。我要讲开罗宣言，就这个新建的讲上济啊吼，新建的上好讲，是吧？啊，就是讲顶日了这个中国外交部吼，有发表讲来根据这个开罗宣言，哦，是规定讲日本投降甲台湾，哦，要搁再挂哦中国。一般以中国这方面，包括咱台湾的统派，都安尼讲，吼、哦。啊，一方面咱台湾在反对的人吼，譬如讲什么新疆的这些人在，拢讲迄个开罗宣言是无了无价，还是安怎？开罗谎言啊，拢安尼讲吼。啊，讲来讲去，咱听来听去哦，无论是讲开罗宣言有影的人，也讲不落来，讲无迄个理由啦。好、哦，啊，讲无影的人哦，咱个听起实在讲哦，咱台湾这边跟你讲啊，咱嘛感觉讲无啥理由的，啊，怎讲无啥理由呢？啊，大国，这个国际上当然是美国，哦，啊，开罗宣言是这个，哦，美国的这个罗斯福，哦 ，Roosevelt 总统，啊，加斯大，加这条叫斯大林。哎，不是，你这边都个车少吼，英国个车少。丘吉尔。哦，这个主要的高建国，啊个蒋介石，哦，个蒋介石，伊的一个会议，啊，当当的这个国家首领讲的会议，他有讲无算数，袂啊。好，啊，若有影，啊，就变开了三更半夜是有影。好，啊，若要讲无影嘛，爱有迄个无影的理由。好，咱这个在咧讲咱。无含在无听到迄个理由就对啦。好、嗯，即马咱咧讲咧，讲第一个问题，咱所要中国个厘清的吼，厘清个问题就是讲，为什么会去开这个开罗会议啦？迄、个动机啦。好、因为安怎咧？蒋介石就蒋介石吼，唔是中华民国个总统咧。对。因伊袂当代表中华民国总统咧。啊，佮伊嘛唔是。伊嘛毋是军人咧，伊是军人，哦，伊是军人，但是人两方面这边咧，恰恰就是英国个首相啊，国家首相，哦，啊，位阶无够遐，系啊，啊，即个做卢森堡吼，伊是总统啊，啊，现在蒋介石当家是啥物咧？蒋介石当家是号做国民党吼，迄个重庆政府个，哈，军事总署。委员长，军事委员长，委员长，的身份了，哦，那是军事委员长用这摆话来讲是干部长，的身份了，啊，伊较会去参加，啊，这个开罗会议，啊，因这两个，这个首，这个叫做头人吼，是安怎他会去招这个小来啊，开这个开罗会议，就是迄个动机，咱需要厘清迄个动机吼。咱再来讲是
较有算个，有影无影，嘿，得讲有迄个原因甲个结果，而且逻辑会顺，嗯，你再听下子吼。啊，即摆要讲这个代志是，咱先来讲这个蒋介石。嗯，蒋介石究竟伊在中国是什么地位就对啦？哦，你中国在理解你出来伊什么地位吼？啊，你讲这个，要讲这个代志啊，骨较早去讲，比如讲。中国的这个控制，中国跟日本有在相谈，是历史大战以前的一个事情哦。对。伊是这个1939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，日本跟中国都有在交战，有在交战。啊，有在交战吼，伊在1939年发生卢沟桥事变了后，中国政府这个蒋介石这南京政府吼，是当然是蒋介石，蒋介石就。伊当然是分裂啦，豆豆分裂啦，分裂就起初是分裂，北方有一个共产政府，哦，啊南京有一个蒋介石政府，哦，啊相对来讲，这日本侵入中国，哦，这叫做叫做八年抗战嘞，个八年抗，其实唔是八年嘛，唔是八年，啊，伊是1939年就发生个，路口就是个发生啊。啊，卢沟桥事件发生了七年后，1939年，华中一带吼，都被日本占领去了。蒋介石啊，是1939年，蒋介石就走去重庆啊，就走去重庆。哦，蒋介石是重庆，1937年，1937年，蒋介石走去重庆了，这个怎么是中国这南京政府是王清华，王清华，吼、哦。王清华叫王兆明，王清华，汪精卫，哎、欸，做主席，哦，诶，就像这南京政府是正，加个个南京政府是王清华，啊，这个王清华是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王清华是我日本，王清华我日本，所以事实上在迄个时代。中国讲起来有三个政权，三个政权，主要是南京政府、王清华南京政府，伊是我日本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是一个共产政府，但是当时共产政府无偌大个势力，吼、哦，啊，共产政府是反日本的，把它控制的，啊，甲蒋介石也是控制的，啊，但是蒋介石是已经走去秘制重庆啊，出来伊走来秘到台湾共款，啊咧。伊是已经秘制重庆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在迄个时阵点吼，这个蒋介石事实上，吼、哦，事实上在历史大战是1941年才发生的呢，啊、哦，1941年发生的啊。啊，伊在1941年发生的时阵，这个蒋介石，吼、哦，就是南京，哎，不是南京，就是重庆啊，就是重庆啊。哎，重庆一直为了抗日问题，甲伊个共产党两方面，一方面甲伊咧内战，一方面也抗日，吼、哦，就为个日本来抗日，吼、哦。但是伊所以讲历史大战的时阵，蒋介石一直甲日本投降嘛咧，日本吼、哦，就是讲咱即摆咧讲讲中华民国政府啦，其实迄阵咧中华民国政府是王清华哦。蒋介石，蒋介石，人民一般个叫南京政府、南京政权，吼、哦。这个南京政权啊，啊是叫做北方的这个延安这边的这个毛泽东政权、共产共产党政权，拢无向日本宣战，无向日本宣战。两方的战争，伊是到迄个中日事变，就是个事变就对了。唔，即无迄个正式宣战，无正式。是战争诶名。啊，法律上，实际上唔咧相台，在法律上唔是对战，无对战，伊都无宣战嘛，哦。啊，即个一直来咧，是我甲即个叫做，甚至甲1943年，1943年就已经发生战争啊，吼、哦，1941年就开始战争啊！1943年的时阵，对不？这个中国这个南京政府啊，这王清华政府
是代表中国，伊是向英国甲美国宣战的，宣战的。所以事实上，在历史的时阵，伊南京整个中国，其实伊是瓦里布的，是属于这个，咱即个叫轴心国，轴心国，唔是同盟国咧，是蒋介石的动作是瓦里同盟国，但是伊并无对日本宣战。这块的状态之下，为什么这个 Roosevelt 哈，哦，罗斯福跟这个 Churchill 哈，那有需要去召蒋介石来开这个开罗会议呢？是为什么呢？当然一定有伊的动机啦。哦，而且那记忆啦。即摆人已经都讲啦，外国是说无迄落。在迄当时的战况，在迄当时咱知影个，在迄战况，就是讲吼，因为伫倒个咧，是即个叫做，是即个缅甸会战。1943年，即开罗会议啊吼，开罗会议就是伫1943年开个啊。开罗会议1943年开个，都是指缅甸。缅甸，即摆苗嘛，苗嘛吼，即苗嘛缅甸战线，是的，缅甸战线是的。啊，即缅甸战线是缅甸，迄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英国的殖民地，所以缅甸内底吼有诶独立派，独立运动诶人。啊，历史在这说，日本军都进入缅甸，进入缅甸，你啊甲缅甸诶独立军合作。哦，要甲英国、甲美国，甲败掉。啊，迄个时阵，英美的一个政策，就是利用旧金蒋介石的军队，帮助蒋介石的军队，军弯路、飞机路，什么，好蒋介石的军队，来甲缅甸的日本军挂掉，甲日本军挂掉。啊，伊若甲缅甸日本军挂掉，吼、哦，一旦成功甲伊挂掉。这个民军这边啊，就会当透过中南半岛啊，缅甸安尼直接这条一个走廊，会当进入中国去支援中国。就这个战略哦，咱这就讲了这个战略的，讲了个苏鲁林哈，苏鲁林。咱大家讲哦，苏鲁林当开始就是安怎，是这个缅甸战略有功劳，救了英国兵啊，啊，所以英国就迄个当开始，这个先要甲苏鲁林安怎渗透啊，英国该救安怎？黑龙方言，事实是这个缅甸这个战役，中国是无做，中国是一败涂地了，就输去。输去规个缅甸，可能不能占领，是不能打进。好，刚无刚迄个，刚迄个隔当年啊，刚迄个年吼，刚迄隔当年，即条做日本军吼，都帮助缅甸的独立军。和缅甸独立起来，缅甸就为英国独立起来对啦，是为了甲切断。为切断的意思就是吼，变讲缅军要为印度的洋路，要为越南这要支援为中国去这条线路吼，就断去啊。断去的时阵，这个缅军感觉讲，而且这个是无效啊。系啊，无作用啊。无作用啊。就迄当时在美国甲英国吼。美国甲英国诶，吼，即摆伊中国来是讲啊，迄个英国吼，惊咱中国啦，若拍赢会用起来会变大国，所以英国就即安尼啦，即安尼做，其实不是安尼，是人，伊讲你无利用价值啦，正确个顺路，你无咱你无利用价值，所以美国就叫伊停止对蒋介石个援助，军援什么落，要甲停止。这个是靠哪里讲？我的政治我都飘下咧，我害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也不是省油的灯啦，哦，伊就想一个方法，哦，伊就放出讲我要跟日本和解，放出一个消息，已经要跟日本和谈啦，哦，这个是来跟日本和谈啊，这个是啊导航去啊，这个叫做这个。
王清辉哦，我日本啊，就全局杀啊，即唔食迄落俩，就全中国都是日本控制去啊。嗯。哦，即、這个时候美国惊着。因为伊这个、伊这个、伊这个部署有所够厉害，因为先怎呢？如果蒋介石的这个、这个叫抗日军，吼、哦，伊若甲日本和谈，和谈了后变讲，就是讲，是日本内底吼几十万的这个日本军，伊、可以提出来，对，伊可以提出来，提出来可以支援太平洋战争这边家。当然嘛，推支援者，美国就受难啦，美国受难，都、是因为有这个问题，所以美国甲超级路、甲卢森堡这两个首席来讲，来叫蒋介石讲讲咧啊，再去开这个开了会议，开这个开了会议就是甲蒋介石讲，哎，老蒋诶、你唔通啦，你唔通唔通去甲日本和谈，好、咱合力来甲日本作战，好、甲日本作战。日那个打赢日本吼，和、日本放弃伊所占的东南亚，甲你中国遮规片领土，吼，拢改改放出来安尼，来合作安尼。根本开了宣言的这个宣言内底有讲吼，使使日本，使日本，战败投降，战败。放弃伊占领的，伊所占领的，地区个领土，哦，即使，伊即就是讲安尼啦，伊即个讲迄落规个用白话文来讲吼，就是讲咱即种种即个动作吼，就是要叫互即个日本人，日本人投降，战败吼投降之后，啊，咱就安怎安怎安尼。伊这个转一个弯啊，结果伊咧中国人在跳就撞迄个，唔是讲蒋介石啊，迄个关键迄时代，无啥无代，无啥无代去招蒋介石啊，讲啊你本来打行打落去，去欺负处理，欺负处理，无啥无代不是啊，而且有伊个管理个目的，哦，你要蒋介石，你大家等，迄落，那安尼你本来打行，你中国做大片的失土，买当收倒去啊，不是干那咧，哦，啊咱只要退一步讲啦吼。无得较可能，即个时候会讲啊，台湾嘛爱好我，吼，无得较以后安尼讲嘛无得较啦，啊，就是伊即个讲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啊，可能嘛有关键个啦，但是这都无算讲。迄就是凊彩讲讲的，无正讲讲乌白纸乌字来定落来签名的。咱即摆咧讲，如总讲是那是安尼的顺啦吼，但是安尼的顺。以后要照安尼行嘛会使啊，吼啊，唔照安尼行，可能嘛会使，就是讲，那会当要照安尼行还是会使啊，啊是安怎啦？即嘛就是咱搁在讲是安怎啦，无安尼行就对啦，无，那伊即两个人太以后无搁在讲去，啊咱即嘛咧讲咧讲，即个历史大战的时候，日本这边只吼拢总开。三四摆吼，拢总开三四摆，即落做祈祷会议啦，修炼会议就对啦吼。哦，咱即摆来看看第一摆吼，第一摆就是咱即摆在讲的即个开罗会议，开罗会议。咱即摆在讲的即个开罗会议，啊，特别即个开罗会议吼，这三巨头嘛，但是不是三巨头，这不是三巨头，它不是巨头，这其中这个先不是巨头，是吧？但这个是无在啦，就是开了会议，开了会议，这个是甲罗斯福，哦，甲这个是甲罗斯福，未一张啊，啊，未一张啊，不是这张，第二张，对，啊，对，这张啊，这开了会议啊，好，开了会议是真，这都是明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年纪啦，中这里是罗斯福，Roosevelt，啊。这个看蔡秋平，这个时候做悄悄悄悄，啊，英国个悄悄，啊，就是讲，当然伊悄悄引进两个人，就是有目的，有什么目的才叫你这个先来啊？好，你无啥无在，你上台讲我来了，然后你来哦，啊，我来你不来导航，这个导航你哦去求处理去去，无这个理由了对啦吼。哦，啊，即个你讲，这个以前这个期间吼，有开。四百这个会议，这
记头会议，第一摆就是，第一摆就是叫做开罗会议吼。啊，开罗会议有第二摆开罗会议。你说咱那个参考就是第一摆开罗会议，咱就知影讲第一摆开罗会议什么目的？吼，第二摆即个开罗会议，第二摆开罗会议吼，是即、這个啊。我也是爱不开路的，而且这车这路点吼，是招这个叫伊朗，叫伊朗的迄个，当然是伊朗的总统，伊朗的总统吼，这伊朗的总统也来参加，这中黑的是伊朗的总统，这伊朗的总统啊，因这两个人的目的，你无想过在招伊朗的来啊？这基本上在讲的，讲迄个历史代价的，就同中的时代，你说在四年啊，四年是中迄时间，一个转捩点的时阵，啊，就是安怎咧？蒙古是伊朗，这个伊朗啊，也是英国的殖民地，英国的殖民地，恰巧是英国啊，因去叫伊朗，叫伊朗来回去，叫伊朗协力帮助民军，帮助民军，啊是德国来投降，德国，即马是德国这边的哦。德国来投降，英国要让你伊朗独立。那我就来了，都是因为条件嘛。伊有迄个条件的动机嘛，所以伊甲蒋介石嘛是要求蒋介石，你爱跟日本人一起来，你唔要甲伊讲好。哦，啊，咧日本人投降，伊占领的都。日本都壮都壮大。都是因为这动机，这就是开罗宣言。啊，即摆咱咧讲，一个第二次、第三次啦，啊，第二次即个开罗宣言，开罗会议咱来讲了，即摆搁刷落去，战争到遐就开始变动啊，开始变动啊，开始变动就一路做开一个即个，德黑兰，德黑兰是德黑兰加上，是伊上几头？德黑兰这个开这个会哦，德黑兰这个会加杠哦，这三巨头会议，这个是斯大林，算了，斯大林来，斯大林来，斯大林来哦，当然是安怎一代罗斯福加丘吉尔来叫斯大林来会议的，就是欧洲战线，这条做德国这边的战线，倒反转了。反正头啊，点吼是德国去甲拍去甲，拍去甲苏联的这个叫做斯大林马古啊对，要甲瓦莫斯科了，遐把莫斯科遐把都德国摕的，但是迄后来德国莫斯科这苏联反攻起来，迄个德国卡的。对话的。啊，不过像斯大林，敢不是足强的，不可一世。小台闹，迄个不可一世。就讲迄个时阵啦。讲迄个时发生一个对民军足好的代志啦。就是迄个意大利革命啦。意大利革命。意大利吼，意大利这个穆索里尼，这个首相啊，叫穆索里尼。这个穆索里尼，咱就把它讲叫做法西斯哈，法西斯，叫做法西斯主义。法西斯主义。法西斯主义就是意大利的，唔德国的。德国是纳粹。那是纳粹。纳粹主义。哎，意大利是法西斯哈。法西斯。而且法西斯主义主要是因为意大利事实上，意大利当然是意大利、日本、德国。三国，或者三国同盟，三国同盟，西方这边个叫做是轴心国家，轴心国，轴心国家三国同盟，啊，甲这条叫同盟国，同盟国的，这边是同盟国，那边意思在这是两边个台的对啦吼，啊，你其中是这个迄个时阵是这条是意大利因为这个穆索里尼。小台的时候，伊北方的一部分的这个也殖民地，也去予德国摕，也去予
叫民军给给攻下去，给攻下去吼。啊，所以伊内底，伊这伊当时是王国哦，伊说是王国，伊个国吼叫麦德六，麦德六，麦德六国王发动个革命，发动革命，吼、哦，决定任命一个首相，啊！甲这个穆索里尼当开始，甲德国、甲日本联合的这个穆索里尼改掉去。哦哦哦，改掉去啊！向民军，讲投降啦！啊，但实际上是投降啦，实际上是投降。啊，但是当时讲较好听，讲好用啦，然后不好用。啊，就是已经失去一国啊，剩日本甲德国。对。哦，在民军来讲是真好的迄落。哦，要反转，要反转。所以这个斯大林吼，斯大林迄阵啊，就是德国政府逼来吼，斯大林算用起来吼。罗斯福加这卢森堡都一定爱看这个斯大林真有啊，爱看较有啊，你有咱的人都看有啊。对。叫来会议，叫来会议一个目的呢，是吧？就是咱都咱。一直拢是咧，就是国民党诶进步，对无？咱拢看唔知，就是讲在迄个时阵啦，有一个真重要、真重要诶一个代志啦。好，除了这个除了东干市诶，即落做缅甸电线吼，悉尼以外，对无？悉尼以外，就是这个到1944年，到1944年这个六月。日本吼、哦，实施一个叫做一号作战，一号作战，日本实施一个日本军啊，对中国及中国是实施一个叫做一号作战。这个一号作战吼、哦，有另外一个名，叫做大陆贯通作战，大陆贯通作战啊。中国人是改讲叫做啊，宜香桂会战，宜香桂会战。啊，这个作战就是讲啥？日本军本来是为满洲，哦，满洲当然日本军已经占据下嘛。啊，过来华北、华中，哦，华中啊，拢是日本军的势力。哦，啊，这个这个势力就是是啥？是宜香桂。啊、哦，就是贵州、云南、南部这边遮啦，这个是遮。啊，所以日本军自迄年吼、哦，1944年实施一个军力了，投入50万军，啊，甲几万台战车进攻中国，诶，即个江西诶，越南、云南。哦，啊个湖南、湖南边，就是这里所说东南这边遮就对啦。所有中国，所以蒋介石伊管辖的迄、那个地区，统统甲占领起来。啊，占领起来的时候，就是讲全中国伫迄个一号战役吼，一号作战的时候呢，全中国拢叫日本占起来。交予王清辉了对啦，这个就是等于无咯啦。这个蒋介石根本伊要作战，伊也未晓作战啦，啥拢未晓，干出一支嘴咧。妈的，咱迄是意外的话题啦。咱即马是咧讲这个。对啦，嘿，因为啥物一号作战、二号作战，伊拢唔讲迄落，伊拢嘛讲即马是意向过作会战啊，什么徐蚌会战啊，什么？徐蚌会战是共产党个，对啦对啦吼，伊迄拢用迄落迄落名称伫遐在号的啦。啊，是这个战略内底对吼，已经全中国都提起无大计，变讲日本军啦，即话迄个形势变怎变？日本，朝鲜，日本入去朝鲜咯。朝鲜入去东北哦，满洲啊，满洲入去华北、华南，全中国变甲日本连做一地啊，连做一地哦，连做一地，这地搁再透过缅甸、越南，拢就是所有日本人讲，日本人讲啊，
哦，东亚共荣圈。啊，对对对，东亚共荣圈的时阵，啊，迄个时阵吼，美国啊开始吼，事实上讲，迄个时阵啊，美国啊已经开始反攻啊，太平洋这边开始反攻啊，开始在反攻。反攻吼，就是在这个刚迄年吼，刚1944年的这个秋天，日本实施一号作战了后，这个秋天，这个秋天，美军就反攻菲律宾啦。美军第一日就是雷德岛，日本的迄个菲律宾的雷德岛，雷德岛迄个会战，甲日本的迄个海军抓袂掉啊，抓袂掉，啊，过来迄个利松，美国有著要夺回利松，迄利松会战，菲律宾人死一百万啦，死一百万人，对，哎，美国啊吼，即、這个美国是讲，啊，我以后跳岛为菲律宾攻台湾，啊，攻琉球，啊，占领日本诶领土，美国迄阵拢有迄说明啦。但有迄说明的时候，美国发现日本有一个作战计划，就是讲伊打通中国这个或者一号作战是要创啥？就是讲一号作战，日本这边才假使你美国啦直接去甲攻伊本土，甲伊本土占领起来，伊为本土抽一条线对吧？日本人拢抽朝鲜，抽台北，抽中国，用中国做日本国。你没完没了啦！你十个美国过美国，你没有没有，你无法度和日本打行就对啦。对，你发觉安尼，发觉安尼的时阵，阿要安怎呢？一直爱逼我日本打行啊！关键，那叫个关键，就个关键，关键的是苏联啦。关键的是苏联。如果苏联当然是迄德国的，你要投降啊！如果苏联来，当为北方，为西伯利亚这边，佮攻入来，佮切断这日本退到国去的路线，安尼日本无路啊，日本就投降啦。啊，这有一个结果就是讲，因为日本原来有一个失手啊，日本因为投入这叫做一号作战点吼。这些军力，这些物资这些资源投入正好是中国的时候，这太平洋这边才较实难。美国就趁这个安尼，攻击日本来。趁虚而入的对。攻击日本来。攻击日本来吼，看就是讲，你若照日本的一号作战吼，你无法度跟日本导航啊。对。没有日本导航啊，方法为了方法，就是爱甲照。为满洲才甲炸起，日本甲炸起，啊！日本的退路，日本的退路甲炸起来对啦。才有这个开这个做，亚欧大会议啊。开这个，亚欧大会议。开这摆亚欧大。啊，这开这亚欧大会议，这亚欧大会议吼。一般诶人都讲，中国人就不爱讲啊。就不爱讲。中国人拢讲伊有意诶。嘿，对，不会有理的，对，跟不理的，伊都唔讲，较介绍拢唔讲。即亚鲁达会议有另外一个名啦，或者亚鲁达密约，或者亚鲁达密约，密约。现在的密约内底印三机头，有安尼偷偷，无有别人知影会调用的，即调用哦，密约的用哦，唔是宣言咯，唔是言辞讲的哦，那是调用的哦，内底哦，非常重要。那是要求苏联向日本宣战。转来向日本宣战，因为苏联甲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苏联甲日本，大家两国是有这不签门条约的。因为签不签门条约的。签不这个不签门条约，而且查基鲁吼，美国英美要求一个日本宣战。所以当然有人讲啊，我未使啊，对啊对啊，违反迄落嘿，未使啊，未使都未，日本都唔投降啊，嘿对，日本唔投降，故意未倒就对啦，故意未倒啊，你一定爱安尼做啊，好啦，好，
好，我明仔个啊，哦，就按条件，都是这个合作，亚鲁达比用，达尔文蜜耶嘛，亚鲁达蜜耶来得一条，哦，秘密的不公开啊，伊三个人家己讲啊，那是苏联啊向日本宣战，日本啊投降。中国的这个满洲，要给苏联，告诉苏联啦，告诉苏联，满洲就惊起来，满洲叫啊，好，苏联就开始跟日本，宣战啦，宣战了，无人不管主权定了，日本投降啊，日本投降，国民国开始跟满洲告诉苏联啦，跟满洲，即马满洲啊，即马东北啊，即马满洲。是苏联的，不是，现在是中国。哎，这个苏联，苏联共产主义啊，你做全世界个咧，伊共产主义尔。啊，我中国个即唔食共产党啊，安尼尔。所以苏联得到东北，东北当然是日本人去开发的吼。吼，有东风火车吼，啊，有迄个大刀，哦，也许农产品啊真丰富，啊，搁再。日本人遐建设足侪重工业的工厂，啊，佮因遐的民族性拢予日本人教教安尼，足有礼貌的。对。啊，所以这个苏联、一个进入满洲嘞吼，日本投降啊，日本投降啊，无作势啦，进入满洲。苏联佮日本组织是满洲的，二三十万迄落。关东军，就是关东军。佮关东军佮掠去西伯利亚。罗盖，对，罗盖，哦，啊，甲满洲所有重工业拢拢拆掉，因苏联，剩咧空空的这地个人啊，送我中国共产党，送我毛泽东个，对，毛泽东是安尼起家的啦，安尼起家，伊无个领导甲提起苏联，无个领导甲提起，这个是要加蜜月，啊，你即马咧讲吼，应该说是早早的一个合作。第一次开了会议，安尼吼，有讲日本个领导台湾，咱早也无法哩，安尊公有安尼讲啊。就是讲，因安尼讲了啊，即个即甲即个合作，亚鲁达会议即三巨头会议即已经无去啊啦。因为到迄个时间，已经无作用去啊嘛。因为到迄个时间点啊，你怎个先去管他咧？啊，拢互日本人摕去啊，拢无啊，根本就无你怎个先个存在，无你怎个先个存在啊。啊！伊都甲你个条地，甲你中国个遮大地土，你都挂苏联啦！伊老讲台湾要好哩。对啊。所以咱直接甲比对起来，是讲即个开罗宣言会消失去啦。对。只要消失去就对啦。啊，即摆，但以后一直咧讲，对。即摆咧讲到即个叫做埃布达会议个时阵。哦，要到会议时，根本什么蒋介石嘛是咱中国个国家蒙在鼓里啊，人还没有你知影嘛，没有你知影。哦，啊，咱即个时候好啊，四巨头咯，三巨头，咱有四巨头。对。咱中国个看在眼内啊，历史在讲无四巨头。啊，即个时候啊，你讲嘛是有几多矛盾的吼？什么矛盾？当然啦，就是讲，迄个矛盾就是讲，啊那安尼。事实日本投降了后，美军哪会甲台湾？要互蒋介石的党羽来管呢？咱叫伊话托管啊，吼、来管呢？伊嘛是讲蒋介石看台湾干来啊，对，这个问题，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啊，这个解释是讲，当然是是王清辉啊，甲日本投降全中国。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，是王清辉即南京政府管辖的嘛？啊，你南京政府算接待国啊？中国迄当时算接待国啊？你我日本啊？对啊。那你算接待国？接待国你都消失。无讲话异地啊？都无讲话，都当然美国个英语嘛无加支持啊？对啊。伊就消失去。王清辉嘛，直接嘞，日本要投降，伊就死去啊，就死去啊。哦，啊。迄阵啊，美国就是战略、战后啊、战后即个做即个美国英美吼，
事实美国英美沙林三巨头哦，这个要到会议的同时的无，就是日本德国就投降了后，对无？这全世界要安怎？咱即摆讲在洗牌啦。嗯，秘密就是啊，重新洗牌，就是啊，洗好，富富的，搁另外做钱。在美国啊，美国这个国家是从古早到迄落，就是伊是反共，反共。啊，即摆讲这些中国，中国啊，日本人投降啊，战争也无去啊。这个南京，中国这个主要这南京这个王政的政府。当然是我改啊，输去啊，吼，伊我不是人啊，吼，伊我日本的，哎呀，我日本的，我改啊，啊咧，中国这个所在就抗议啊，抗议啊，毛泽东就会壮大，这共产党啊，所以美国就反共的，美国就是都反共的，所以美国看到讲苏联帮助这个毛泽东啊，美国赶紧帮助蒋介石，搁再利用蒋介石来好，入南京。利用蒋介石来防止中国共产党，是安尼，蒋介石才有一个，应该坚持啊，冰心，结果有一个迄个党龙造反，叫一个党龙造反，啊，所以死机啊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，因为这个关系，东海时点吼，咱来讲，这个日本占领，这个美军占领琉球叫日本啦，东海时你占领的时候，初期啊。伊嘛是甲琉球甲日本挂开咧，日本到马卡萨，琉球唔是哦，琉球是另外设一个海军行政哦，美国开设个美国个海军行政，日本是啊，大概是叫为日本要为琉球甲挂掉，甲挂掉，可能美国无即个要甲提出变异个，或者要互伊独立，安尼，但是这个代志对无？就是南北的战争发生，无偌久南北的战争发生的时候，美国惊着，美国说未使。假使然后琉球自己独立，或者讲变作美国的一州，北方入来的共产党，你无法度控制，你琉球无人通控制，所以才会把琉球重新搁个划入去，和这个马卡萨管的呢，差不多同款，在伊当时看。中国无啊，美国反共的啊，美国绝对反共啊，反共是要啥人要来替伊反共啊？叫蒋介石来，蒋介石来代打，就蒋介石，所以接下来说，咧战后说，但是话，美国哪会甲台湾受这个共款理由？在咱台湾当然是吼，有在日本的殖民之下，咱无独立运动。咱无准备，无得落运动，所以无临时入了。如果若予台湾独立，予台湾独立，台湾人自己也是无法度去抵抗这个共产党。美国惊安尼，美国惊安尼对啦，无得个无法度啊。但是在当时美国的判断是惊。咱完全无反共的迄落，反共的消息嘛伤多啦。所以吼。所以美国才会在台湾搞吼，长期的这个叫做，但即摆看做代管吼，迄密托管的代管，或者是代管，就是安尼。伊是讲短期代管嘛，你做那个。我啥物？我咧想吼，无人知是短期还长期啦。哦。迄是咱。记载人解说啦。这是咱。伊永远要掂落就讲长期啊。唔是啊，咱即摆唔是了，因为中国的这个转变。国民党输变共产党，所以蒋介石杀来台湾了后，什么代志都长期短期拢无了啦。都这个人走去死，你要家去死咯。对啊。你走无路啊，你无。对啊对啊。问题是这，假使中国来一直是合作国民党，蒋介石咧管国民党，共产党革命无成功。假使若安尼是咯，台湾只要讲长期短期，也是免做个问题啦。所以即摆是等到人家己。解决台湾人家己的问题的时阵啦，所以咱今日是直接用啊讲说，有人可能会听听咧问讲，你来知影，你来知，哈哈，就讲，我那时候见到台湾
日本人打好那时候，我中华一年。是。啊，我后来变中国人的中华生。是。在当时在讲起来，台湾、你讲叫做日本战败，只能台湾内底在传闻这少年一辈哦。嗯。都有。都反对这个，或者我叫和中国关系的问题，吼，都是一直主张和台湾。那阵时那主张还不是独立啦，嗯，不是独立，嗯，哦，即摆你讲啊，台独啦，阵阮这不是讲话咧。迄阵啊，无这个台独这个，也无这名词啦，系啦系啦，嗯，啊，咱想下讲台独嘛，应该无，那我咧解释咧，嗯，台独是唔对的啦，嗯，台独是唔对，而且我台独唔对咧。台独就是讲，你有一个宗主国，所以讲你日本时代，你都和日本殖民，所以我要独立。对。哦，是不是？那日本时代来用台独，都较了啊，迄落啦。所以这问题啦，啊，但台独你说咱怎样解释了？说西班牙，西班牙有一个什么？西班牙有一个姓啊，嗯，要独立吗？嗯。啊，伊的国民投票。结果无过啊！过啊！百分之九十几。有过啊！尾啊，即马人无爱讲要过倒。不是啊，不是要过倒啊。嗯。无算啊。无算。你个百分之百嘛无算。安怎讲？因为国际法例吼。嗯。讲你属于某一国的，诶，你有宗主国。嗯。就是你爱西班牙对吧？迄个所在啦。嗯。哦。嗯。你爱西班牙这个国家同意你投票，嗯，所以讲，你若吼日本的殖民地时，你要投票要独立的时，你爱日本政府同意你投票，系，你投票要统计啊才有效，系，日本政府若无同意你投票，你投票一百票无效，哦，在国际法上也无效，啊，所以讲咱日本时代准讲有迄个独立的思想，对啊，做法原来无效，日本无去投票就无效，哦。所以咱咧讲台独，台独个意思是讲，咱即摆咧讲台独是无共啦。台独啊，台湾已经独立嘛，所以咧安怎做安怎吼。啊，事实上讲独立一句话啊，有可能会变讲，你要为宗主国独出来对啦。嗯。意思就是讲，你承认你是中国个，啊，你才要为中国独立出来，哦，会让人怀疑安尼对啦。安尼都唔对伊啊！所以，阮当时唔是讲，但阮当时完全无承认这个代议啊，这个中国政府，哦，因为这伊嘛唔是政府啊，伊是代管者尔。哎，代管者还不是迄个政府啦，迄个政府是根本行政命令咧执行的，迄个是还是政府啦，不论是伊查啦，都是政府啦。土匪啊嘛是政府啦。系啊，啊，咱当然是就是咱无承认伊这个是合法的统治台湾的政府。所以咱要求讲吼，再解放，哦，再解放，再解放的意思，哦，再解放的意思就是吼，蒋介石的这个战后啦，日本投降了后，有一个做第三国际，嗯，第三国际是啥？第三国际啊，第三国际，嗯嗯，第三国际就是吼，第三国际啥人啊？嗯，印度，内罗，啊个迄个内罗，啊个这个做印度尼西亚。印尼，印尼总统，在印尼总统这个名号是啥物？印尼总统迄个不能谈几多啊？支持台湾独立的印尼总统，哦，印尼两国做主体，包括中国，中国这嘛是第三国际啊，这第三国际意思就是讲苏联、共产，哦，共产国际，这边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际。帝国主义啊，帝国主义一个殖民啊，殖民主义的对吧？殖民主义国际，以外的不是互人殖民的，在受害的在民族国家的合体啊，或者第三国际。哦。这第三国际支持所有被殖民的国家独立。嗯。啊，就是大概。那拢无咱台湾的份呢？有啊，有啊，咱台湾就是等。一个陈志雄啊，遐，遐国民党枪毙，就是啊。哦，陈志雄啦，陈志雄，嘿。哎，又是啊，廖文杰，这就是啊。好。阮大概是就是讲做台湾的这个再解放，都再解放的意思是讲，你历史大战其实是殖民国对殖民国的台，台咧，
赢的嘛是继续来跟你失眠啦。嗯。就是爱为赢的才搁再解放出来。嗯。而再讲，所以咱因白人是拢讲叫再解放运动。哦。再解放，这再解放运动后来。嗯后来唔知道人在第三个组还看个后，就发明一个大毒。啊，我一直感觉讲大毒不得是政府个讲个哦。嗯。政府讲你台独。嗯。啊，所以咧说变大毒。嗯，无啦，以前啊，你讲个大毒是台湾啊，个毒品那个毒啦，台独就是台独啊。不，那是咧警惕。嘿。确确实实伊是讲。甲你讲你态度，你就死啊！甲你讲你态度的是你承认我中华民国啊，所以你要动手就爱我同意啊，说听无？哦，台湾人听无？哦，哦，啊，今仔日简单来讲啦吼，嗯，就是讲这个开路宣言这个问题啦，啊，开路宣言吼，哦，咱不是完全解，不是完全解，好点讲无，但是迄个时代，什么时阵，什么时阵，别人都会无去，哦，啊，譬如讲。比如讲，你有这根厝啦，对啊，啊，你有这根厝，啊，你有讲这根厝吼，我要发你啦，嗯，谁讲啊？嗯，讲这根厝我来死，我要发你啦，嗯，后来你囝回来啦，嗯，你要发你囝啊，我无你啊，嗯，啊你要甲讨啊，嗯，啊讨啊，阮爸讲要发你，啊你有阮爸签名等于那无？对啊，所以宽政有高利无？对啦，啊，迄就是讲。加迄个历史大战了尾啊，迄个你中国已不存在啊，对，中国无迄个，你无迄个交换人的迄个条件造出来啊，对啊，哦，啊在迄当时有，在迄当时你若确实你若跟日本导航吼，哦，哦日本都用开美国就食啦啦，哦，所以伊个就来开一个会议啦，啊，无当咱用足简单的一个理由来讲就是。你无啥无代，美国甲这个号做英国甲日本的大哥，你无啥无代，叫你这个说来讲，日本的大行即地方你哦，哪有迄代志？凹迄落迄落凹了伤过硬啦，嘿啦，凹了无啥正常啊。安尼可见安尼，那按照吴老师安尼讲起来，臭头啊，你臭大讲哦，伊迄阵啊拢甲遐个什么人什么人咯，其实拢唔是介重要的角色。无，嗯，这咱。有时啊，跟老师咪讲，嗯，正确是无得个严格来讲，就是啊，国民党啊，即来台湾的即，都派人安尼讲，啊，咱台湾的一部分的人安尼讲，啊，册就安尼写，我你看我遐几啊本呢，对啊，册唔知个写啥呀，哦，对，啊，所以讲，伊伫个历史上，我拄则听你安尼讲讲咧哦，臭头啊！伊伫个落历史上嘛是敢若有成就，无啊，拢无啊，伊拢走来走去啊，用地都无伊啊。啊，连讲佫想想的，佫有需要的是佫甲你叫来。当然啦，国家都不干。安静了后呢，佫甲你嘿啦，佫甲你有路用的，佫甲你叫来安尼。对啊，国家都国家的迄个处境就是安尼啦，像即摆迄乌克兰啦，乌克兰即个事件。嚯！千国官都是想要全世界拢甲帮助啊，都是利用你去甲算你台啊。你若卡一日，多少下无人要插你啊？哎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讲又卡起来，总共一句啦，你无论你的国家大小啦，你的迄落领导者，你领出来这人民哦，大家爱共同一起卡起来。你阿爸无啊？嘿，阿爸无啊？嗯，迄都有迄个势，对，有迄个力气遐啊，西方需要甲你帮助。嗯，人家给你帮助，无啦，啊！你嘛爱制造，你嘛爱制造迄啰需要人帮助的迄个价值，人唔得给你帮助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无你伫迄啰军人迄烂土内底，啥物人要给你帮助？对啦，对啦，对。嘿，啊，所以讲你今日你这个开罗的真相，开罗宣言的真相，就要讲到这，就暂且做一阶段落的。哎，我知影就安尼啦。刚刚咱搁讲一寡。一挂谎言啊，无咱拢信，你咱遮的人拢唔知安怎咧，啊含册都袂信，这个年头啊，卖讲白萝卜不能相信任啊，含咩册都拢袂当相信一安尼，啊无才戆戆看册看到安尼，目睭安尼红呀。有些无，他创造不得咧，你若看咧用汉字写吼，嘿，啊你都用他个小心者。哦，那汉字，唔忙用目睭看了。啊，那中华民国的迄落电视台播的嘛，拢无准的。汉字写的，我讲讲汉字写的嘛，无啥无。有时啊，较会讲会翘起。系啦系啦，
好啦吼，啊，咱今足感谢咱吴老师，将伊这个九十几档的这个功力吼，啊，就安尼甲你拍落任督二脉安尼，甲你拍醒安尼吼，啊，武功就来传落咱安尼。好啦吼，今到这就好，感谢各位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